大家好，我是剪辑师阿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姐姐。好，小姐得到了一个锅子吗？珐琅铸铁锅。好，小姐说这个锅子可以用来炖东西，不用加水。哒啦！漂亮的锅子，还有很多的 size， 然后我跟他要了一个很适合猫的大小。牛肩里脊肉。小红萝卜，人家在睡觉啊，胡胡啊，很想进去，那人家在睡觉。去人家的窝里了啦，这是人家的啦，不是我们房间的啦，一心都拍你就好啦。姜黄粉，稍微有点咖喱味，因为太重，怕猫不会吃啊。太多了，看起来不错啊。不用加水吗？他说不用啊。试试看吧。气完全不会跑出来，是密封的哦。真的？嗯。好像有好像有一点感觉。啊，你去陪蛋卷好了。我去看他在干嘛。怎么热？怎么热？所有的猫都喜欢闻脚。这是你的闹钟吗？你错了。时间倒立。到吗？没有，看起来就是没有撒娇。哦。少了。很烂耶，这块很烂。没有。真的？嗯。哦，是的。一点点咖喱炖牛肉。可是闻起来好像咖喱味还好，对不对？牛肉味比较重。牛肉味比较重，这样猫应该就不会说是什么鬼。吃一点葱可以增强免疫力。现在很重要哦。没错。嗯，现在很重要。我吃咖喱很喜欢加地瓜，哎，但是我觉得这应该蛮冷门的。我觉得它比马铃薯好吃。你冷汗哦。还好。地瓜有烂呢，地瓜只要煮烂就会甜甜的。这个有姜黄味。入口即化的红萝卜，再来就看牛肉的。不会很硬耶，为什么？我差不多。就饱了，大家看一下我的肚子。你娘钱了。他真的很黏他妈妈，受不了哎。猫咪的饭。干嘛？无条件先吃中的。
还在挑那个菜，他再吃一点呐、啊，好吃好吃。你为什么都要在一个很极限的地方吃饭？我不走掉哎、欸。你看什么？你该不会也是要喂？没有，他自己吃。你给妈妈喂。你不好哦。Yep.